你们的妈妈有几岁？林妈妈。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,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. 那些语出惊人的萌娃。你干嘛呀？没有，打自己。刚打了给爸爸买台车，希望爸爸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这个走近点，走近点，走近点。不要打我，打下去我是打翻的。你想打翻又咋个？我想打翻又揍死你。爸爸，我像你不？你咋不像我呢？你是我姑娘，你能不像我吗？那你像我奶吗？那我闭眼像你奶呀，你奶是我妈，我能不像她吗？那你知道我像谁吗？你像谁呀？我像不像你妈？哎呦我的妈！怎么顶死？我不要给你买近一点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给我买近一点呀？如果我想起来，我就挖出来看看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造孽！我不。我不想让你去，我想让你活到过年。怎么了？瘦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很好，非常的漂亮。我再看看那个正面。你咋了闺女？我要起步，我要起步。咋了？费劲。弟弟还是要小妹妹？没有。那要谁个？小马。哦哟，让你爸好好努力吧。努力。啊、嗯。给我一个不打你的理由，不然让你尝尝皮菜炒肉丝的滋味。我不会告诉妈妈，这个皮带是猪猪阿姨送。这个理由很充分，爸爸接受。爸爸，我刚刚被你吓着了，想吃点烧烤压压惊。走，安排。爸爸的时机把握啊！无情的岁月，你的脸颊。我可以换个妈妈。你说让我考虑换个老婆呀？因为我问你的事，你当初为啥要跟妈妈结婚？为什么呀？长得满脸都是疙瘩，脾气还不好。要给你换个妈妈呀？我年轻点儿。妈，你得别装了，赶紧上你五岁呀！赶紧上你五岁，回去。爸爸，我既然都不能跟我妈妈出好学。怎么的？你都不能跟妈妈出好学？你怎么弄的？你多大了啊？你妈妈装，你就会吗？你多大？我妈说了算。我跟你能一样，我跟你妈是合法夫妻，俺俩有证呢。你不，我现在给你妈快住了，你都百年以后，我给你妈卖也得卖个一千。行，先我跟妈去是吧？啊，等以后把你们分开卖。妈妈，你可以把手机送给我吗？可以啊。那你送吗？那要等妈妈死了才能送给你。啊，我不要，我要妈妈。那如果妈妈死了，你就可以天天拿妈妈的手机看动画片、看手机嘞。爱什么时候死？你想想我什么时候死？现在，现在。爸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是甲鱼蛋。
傻鱼蛋啊，也就是王八下的蛋。哦，知道吧？你给奶奶他们分分。这怎么分呢？四个人，三个王八蛋。你给我磕个头，我给你一个红包。让你爸来吧。我这专我你俩都有份儿啊。来，让你爸先给你磕吧。我。这个是谁啊？我。这个呢？妹妹。那这个是谁啊？妈妈。这个呢？叔叔。我们同学家都是两个孩子，你就不能也给我生个妹妹吗？这事啊，等你爸回来了再说，得跟他商量商量。你不是说你是咱家老大吗？这件事还要跟他商量？那肯定了呀，这事必须他在家呀。你不能趁他不在家生一个吗？这样还能给他个惊喜。